10万，我请季小姐给我倒杯酒。谢谢张总。等等，我让你站着走。 张总，您的酒，<笑>有意思啊！大名鼎鼎的商界杜玫瑰，怎么成了为情卖笑的小姐了？张总，您先喝酒。为什么？我再加10万。这酒我要你用嘴喂给我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不肯做？ 那这20万，我就要收回来了。等等，吴总，姐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贺总，我现在这样，您不是刚好满意吗？我只是一个陪笑的小姐，张总能这样对我，是我的荣幸。说得好，只要你把我伺候好。 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张总割爱，把季小姐让给我。顾少。 你怎么还抢人呢？张总一口留香，也不怕回去夫人不好交代。不如让我来，我顾云州的吻技，机灵。拿着你的钱，给我滚！贺总，这是干什么？季小姐我喜欢的很，100万，把季小姐让给我。 他是我的人，在我没有消气之前，谁都别想带他走。如果非要带他走，关中，我告诉你，你顾氏集团是我一手捧出来的，我也可以动动手把他毁掉。开个玩笑而已，不用那么紧张吧？还是你对季小姐余情未了。我最后再说一次，给我滚！好。 这是100万，能逃多远？逃多远？站住！把手里东西拿出来！不行，不要放开我！你是我自己挣的，季小姐。 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吗？竟然为了钱而当一个人尽可夫的婊子吗？何总，我求你了，你要求的事情我都已经做到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需要钱，我需要很多很多的钱。为了钱你就可以出卖色相吗？姐，你这样做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何总，反正你都恨透了，我这样做，你不是应该很开心才是？ 何晨，不行，放开我！你疯了吧？何晨，我现在只要你满意了。姐，你是我的人，没有我不允许，不准这样。 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求你，为了钱，我连命都可以不要，我求求你了。为了钱是吗？好，这里有300万，立马是你的事。
给我走。谢谢何总。医生，医生，我有人了，求求你救救柳姨吧。八号床是吗？对。他已经出院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出院了。吵着闹着要出院，死活都拦不住。怎么能不治呢？对了，他给你留了封信。十年相处，柳姨啊，早就把你当成老亲生的闺女。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，却被和珅那王八蛋折磨的没有人样，柳姨心疼啊。我这身体呀、啊，我自己知道治不好了，可你需要钱。嗯，只有钱才能让你逃离那个疯子，不要回头，不要留恋，他害得你家破人亡，永远不要原谅他。逃，赶紧逃，快接电话呀。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，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，听不见风中的叹息，谁知道我爱柳烨多少恍惚的时候，仿佛看见你。柳烨，柳烨，你醒醒啊！柳烨，柳烨，你醒醒啊！柳烨，你快别闹了，别吓我了！我睁开眼睛看看你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你看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有钱了，他敢吃他便好。你说你我敢吃他便柳姨，你起来呀、啊，柳姨！我说我改不了口。金女士，给卢霞的保险受益人是您，共计理赔13万元。俺又是没还的钱，我怎么能那么贪心？林杰哀，不行，何真不会放过的，我要赶紧逃，我要赶紧逃。受害人已经全部联系到位，他们都答应停下调解，只是有些人提出的赔偿金额高度有些离谱，他们的条件全部来了，不能让他们。是，警方那边还提供了一些证据。你可真是让我惊喜。嗯，